天气太热，我要给兔兔剃毛，让它凉快。兔兔的脚踩得太脏，我要给它剪短脚底毛。大漏特漏，请不要再用你的想法去伤害兔兔了。兔兔的皮肤是非常薄的，而且兔兔的食谱结构中几乎不需要脂肪的摄入，它们也几乎不会分泌油脂，所以它们的皮肤完全是靠毛发来保护的。如果你把兔兔的毛毛剃光，反而更容易滋生皮肤疾病，与热源接触也会加快热传导，导致热衰竭，甚至很可能失温导致下痢，这些情况严重都可致命。剃掉或者剪短兔兔脚底的毛更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的。兔兔的脚底没有掌垫，它们的脚底是靠脚底的毛去保护它们的脚掌骨还有脚掌的这些皮肤，所以不要去给兔兔的脚底剃毛，这样达不到任何抓地力的效果，而且可能会引起很严重的脚底发炎，甚至会有骨髓炎等疾病。关注我们，每日更新小宠一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